Radio Jungle. Audio Jungle. 原标题：陈赓被部下林彪劫持，冲突不断，心情压抑。第二次国共内战时期，曾是陈赓昔日部下的林彪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的主帅，在陈赓划归林彪指挥的南部边疆三次追歼战的部署中，他们发生了三次冲突。十年之后，林彪取代彭德怀当国防部长，而陈赓又被调任国防部副部长。受林彪劫持，心情压抑，陈赓竭力抑制住自己的焦虑心情，嘶哑着嗓子说，几天来几乎所有指挥员的嗓子都喊哑了，别争了，自归四野指挥以来已经争了三次，这不是原则问题，剿匪也是党的事业，水剿都可以，我们就地剿匪吧。接着他用变了调的嗓门向秦军长做了布置，要求剿匪就认真剿，将逃散的土匪散兵游勇一网打尽。虽经八天清剿，俘敌四千余人，陈赓仍觉得十分遗憾。当时如让十五军齐出，按照他们当时的位置，至少可以比兄弟部队早两天赶到上司一带，桂敌黄杰的第一兵团残部可能全被兜住，不至于一万多残兵败将流窜到国外。客观地说，当时林彪所做的部署是错误的，核心的问题是可能导致残匪跑掉，而这一点正是能否全歼白崇禧集团的关键，也是中央军委毛泽东的历次命令中所反复强调的。因此陈赓对此事的印象非常深刻。十年之后，林彪红极一时，他取代了彭德怀当了国防部长，而陈赓又被调任国防部副部长。受林彪劫持，陈赓心情压抑，在郁闷中写了题为在祖国南部边疆的三次破歼战的回忆文章，文中明白地暗示当时有人提出了另外一种部署，这种部署是违背毛主席的战略方针的，如果按这种部署，白崇禧集团就会从雷州半岛逃跑了。这篇文章一直被扣到1979年9月14日才在人民日报上。